要不然确实会像小产，可能中期的时候看到 IG 两条边线推过来，然后中间的三个人稍微防守一下兵线，然后一直在边线有优势的时候，然后再来夹中下路直接闪现来开，这波大刀炸回来，大舅子没了，最后是被 Jacky Love 拿下了这个一血。这一波其实 IG 我刚刚是想说到了秒表好之前，并且 Mistake 没有闪现的一个时间点，对，这真的是几秒钟的一个时间，大舅子就有可能拿到了一个秒表。是，这一波上路直接对拼起来，闪现挡车，要对拼，家里要给大招，但子珊手里是有闪现的，看一下他这个闪现还在扣，最后选择交闪现，并没有被957的一个 Q 技能给打到，但是千珏刀屁股了呀，看子珊的这波操作能不能力挽狂澜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打不出来，打不出来，最后被康帝在上路也是用上中野三个人击杀掉了，都可以赶了过来，闪现的一发 Q 技能直接秒掉了康帝，康帝有闪有大招，但没有康这边下路三打三，看一下谁先先手，都在反蹲，都在反蹲，两边都在等很久。宝蓝这边看到了千珏之后，往后撤退，交一个大招，但是 JK 这边还是往前冲，想留人。看一下酒桶这边的一个大招有没有机会，睡到了芙蓉之后炸回来，但是。哎，现在是红色对你斩，先把六九四一刀给带走了，但是谢问进来的位置也不错。配着自己的一个钢锋，是顺利的杀掉了对方的一个酒桶，您已经倒下了，九五七这时候从后面绕过来了， W1 擅长的一个绕后包夹，这波团战后续的打拼的追击能不能追到 Lucky， Lucky 先用进化解掉了一个小减速，以后九五七往前冲应该是其实非常被动，是的，那就看两边的一个战术的一个布置了，对，因为他 IG 的边路也是有动，也是有先手权的，所以他刚刚那波动手，但那波动手的结果确实不是那么好，这边强来，哇，这要强大边塔，宝蓝闪现过来打一个控制，打在的是布隆身上，布隆也交控制，这边克烈骑车骑过来，骑到了大舅子的一个乌鸦，乌鸦应该是还有金身的，这波打出去冲的也太深了吧，子珊非常的危险，但这边要看炫 W 能不能继续往前冲，这个等一下兄弟 IG 外塔，外塔还没有拿下来，这波冲到了二塔前方去杀，这波我觉得确实有点上头了呀，我是觉得 IG 这边的话指挥是很果断，但是确实太上头了，他 IG 这边上的原因是因为九五七没有 TP， 对，他知道下半部一定是一个多打少的一个局面，对，这波睡到了一个布隆，直接一个狂风巨闪过去，但九五七身上六九四身上抱歉是有一个秒表的，但是这个双重金身也是浪费了布隆的一个秒表，是，就如果说哦，这波蒙多已经交替，正面好像有团战冲过来了，但这个阵型的话 W1 的话第一时间没有集合，九五七这边稍微有点危险，看到了可能住有一个秒表还没有死，布隆的一个大招大的位置还不错，但是另外一边峡谷前锋先振作起来，这个 Love 是先斩掉了一个六九四，但是康帝这边也是黏着您，最后是把酒桶给击杀掉，正面的一个战场只有个大招救出了九五七，九五七还没有倒下，但惹下来的一个克烈也站在里面，克烈没有上车，最后被九五七打死了，这一波大招结束的那一瞬间，克烈的马还在从右地图外面跑进来的时候，小的克烈已经先倒下了呀，那这一波团战最终是 IG 是死掉了三个人，只剩下 Lucky 的左移已经是离开战场的一个宝蓝的牛头，看一下这波 Rook 的一个位置，先看到这个宝蓝，想抓一个宝蓝，宝蓝这边的话是一个五速鞋的一个加速，躲了一些小技能，同时 Rook 这边交了一个闪现，想反杀 Mistake， 这波想反杀必须往后撤吗？还有一个被动，Rook 拿到一个胜负手，对，等于是点球手跟守门员之间的一个作战了。哎，入阵开团，这边要开起来了，大哥这边要反打 ，IG 这边的话，藏了三个人，看一下后续，这边直接打出一个复活。哇，这个亚索站起来的一个位置太危险了，而且宝蓝这个位置又被拉了一下，被迫交出一个闪现，康帝还在粘，正在有红 buff 闪现过去，直接一剑他是跳过了刚刚 Lucky 丢出来的一个睡眠气泡，这个时间点 IG 真的不能主动呀，这有点真实吧，在塔下就这么想秒掉乌鸦，那真的太贪心了，是，那这样的话 W 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他们要逼男爵吗？这个时间点宁王的酒桶是已经没有闪现了，确实是一个比较好去防守被抢大龙局面的一个时间点，但是左一还是有一定的威力，先看一下这个催眠气泡进来，但六九四举起了一个盾牌，飞行乱路的这个伤害值完全被规避掉了，乐帅这边也并背后来到一个正面 W1， 这波正面开团的能力不是那么好，先让西耶过去用个杜朗护盾限制一下，而康帝跟大舅子两个人继续的在打大龙，大龙剩下4000多点血，但乐帅在上面砍了一波六九四，六九四血量很低又进来，直接
先用巨九斩掉了对方的布隆，但是正面他已经下马了，嘲讽嘲到直接打出一个守护天使。宁王在上岸用了一个爆破重头想要救一下，但是罡风已经是锁定了站起来的小克烈，惹下已经倒下 Lucky 又在这个位置想要秀，但打 B 这波存活的人还有很多，结束到了，结束到一个风刮了一下，剩一滴血走位，没有知道斧子，但爆裂果实过来还有下一斧，是一个下档957，第二斧找准了手感，一斧劈死了 Lucky。 那这样的话 W 可以继续的逼大男爵了，现在的话 W 四个人，而且这边少了两个 C， 看一下大，而且因为打 P 这边的一个留人能力不是很好，宝蓝加大招往后撤，伤害来讲的话暂时能扛一会儿，后续的话看一下亚索的一个进场，吹了一下西叶，西叶这波还有一点血量，利用一个金身躲过酒桶的一个大招，他如果被炸回去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，但是正面九五七迎来了一个正面，直接扛着塔冲进去，西叶大杀特杀，这个时间点打 P 的一个正面，但是克烈赶过来的位置先吃到扣，立刻下马，他没有春哥站不起来，羊杀掉了克烈。那这样的话可这我觉得这个龙应该是有了，这个龙应该是有了，IG这边上也没了之后，今天天气那么热会多一点火龙啊，再次正面这一波又是开西叶，西叶有一个金身，一开始没有吃到伤害，那就是反手吃到一个虚弱，正面科研进场的一个位置又被打下马了，惹出来孤立无援，但是站在千珏的一个立场里面，哇，最后还是在千珏立场结束以后被击杀了。 W 正面已经是杀掉了对方的一个上单的话，这个时间点您没有爆破酒桶，正面的先手只剩下牛头的进场了，而且当蒙多来到正面的时候Lucky 就没有那么容易投伤害，但是 Lucky 还是找到了一个角度，先打了大舅子一套，但他是一个乌鸦，本身有回复的能力，正面已经先拿下了一个内塔，打不一是直接往中路高地是可以上的，酒桶这边回家补血，那这个中路水晶的话哎就只能让掉，布隆这边就是举起盾跟九五七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守门员来守 Lucky 丢进来的一个飞行乱路球，而且九五七在最后哎这个位置应该是想留下蒙多，蒙多是有大招的，完全不虚。杰克这边的话是反攻了回来，那杰克死了之后就往前追，宝蓝这边是没有闪现的，看一下能不能继续粘住。他这边往前冲，传送只要咬到了，那宝蓝这边的话走不了了，不虚的话回来还在往前。朱克这边是没有闪现的，但是一个 W 的加速打塔，退了回来，还在打塔，一个美颜先掉了，又被拉了。冷帅这个位置感觉血量不是很够，又下马了。这一波抽动到两个人，冷帅死了。拿下了您的人头和西叶，这是击杀掉了 Lushai， 只剩下 Lucky 一个人的左翼，他的飞行乱路没有办法打五个人。W1 西岸主场第一把。